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每年美国的内华达州沙漠会出现一个为期九天的城市，全世界上万名艺术家会齐聚在沙漠里面举办一场火人祭。今年艺术家萧清扬扛着妈祖庙进火人祭，《音响世界》邀请他分享这九天非常疯狂的生活。萧大哥你好，慧玲你好。萧大哥从沙漠回来，看起来白很快。还好我的恢复力真的是很不错，不过我的心好像还在沙漠里，还是好热。因为我们刚刚录影之前聊，你说其实疯狂不足以形容，我们还是先讲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火人祭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对，火人祭，我看其实我知道它的时候，其实大概是我的学生时代，然后它已经到今年已经29年了，那在更早是一群艺术家，他们在旧金山的海边办了一个私人的 party。但是好像里面有很多在警察的看法里面是不允许的，要被赶到沙漠去。不过就因为这样因缘际会，在沙漠当中，你看到今年他已经整个场面大到是70,000人挤在这个沙漠，那沙漠是无限制的大，所以看来他可以在更大更大无限的一直扩增。对，不过火人祭让我见识到的还真的是各式各样，除了很多朋友了解的他。对自己的解放，对自己的追求，然后里面有艺术，有艺术的创作，种种，让我这一次真的还是空前绝后，看到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艺术表现。它是一个国际很重要的艺术平台。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在沙漠上展现你的作品，你就会被全世界的可能是艺评家，是或是娱乐圈，对，或是艺术的经纪人可以看到你。那它是一个很棒的。很值得可以让展现自己的一个好机会的地方。萧大哥这次去看到什么样子的作品？当然可能是我的习惯，所以一到沙漠我的眼睛就一直在搜寻今年出现的作品，然后我真的觉得那些西方的艺术家们他们好酷，他们好像已经也来玩了好多年，所以很多的艺术品一开始我以为我们建构的妈祖庙已经是很大了，对，就到那边看到还有十几层楼高的各式各样的表现的艺术品，当然也有那种很小很小的，让你觉得很惊讶、很不可思议的那些阿卡的表现。那这些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艺术很棒的交流的平台。对，好，其实，在沙漠里面九天生活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它原本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对，它就是在沙漠中凭空出现一个。一个小城镇可以这样说，所以在那里面生活九天的经验到底是什么？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一开始是一整个，那是沙尘暴吗？对，其实我们东方人去的那个地方，真的是适应力可能要大大的调整一下。我们都不是在沙漠住过的人，对，那个随时可能4个钟头，或是在中午过后沙尘暴就来，那可能你正在某一处，因为沙尘暴它来的时间。会4个钟头、5个钟头的时间之久，你可能就迷路。这么长是？对，你一个人就会困在沙漠里面，然后你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会吸了大量的沙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不过带这个艺术基点就是这个玩法，所以我也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尽兴吧。那个你戴的口罩啊，是防风镜啊，也是可以发挥的效果是很有限。其实我爱那个风景的，回来看那个影像，好像看起来像起雾。那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在沙尘当中，在雾茫茫一片当中，对对，它有另外一种美景，只是你可能要体会一下，你每一口呼吸都是好多的沙进到你的肺里面去。在沙漠里面好像有一个，属于他们的生存规则，是这样吗？对，但是所有人来就想说，除了展现巨大的艺术品之外，那到了傍晚，到了又新的天亮来的时候，你会骑着你的脚踏车，你的脚踏车也必须要装扮。到了傍晚的时候，你知道沙漠它是没有电灯的，所以你身上的那些 LED 啊，或是霓虹灯泡、小灯泡的装置，又变成另外一层的艺术表现。哦，原本它是照亮的。对对，所以你在沙漠当中，你欣赏艺术品，你在互相欣赏人跟人之间的装置的表现。对，但我这次有点失策，我在自己的部分太保守了，我没有太多的装扮自己。对，下次我会再更努力一点。萧大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自己在沙漠里面怎么装扮自己？其实我到沙漠的大概第3天，我就调侃我们台湾队的
的伙伴们，我说各国把自己都装扮的超级艺术，超级有想象力。对，我们这一队看起来怎么这么像登山队？我们顶多的装置就是身上穿个荧光色的衣服，或是夹脚拖，然后看起来它都不叫装扮。不过很快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赶快调整，因为其实当你看到旁边的一群那些年轻人。或是已经来了沙漠，已经来了十多年的老人家，他们都把自己装扮得那么有型，那入境随俗。后面几天我就把游行队伍里面衣服拿在身上穿在身上。那当时我们到沙漠去的计划就是因应这一次的妈祖计划，所以我们把自己装扮成就像海上的一些生猛的动物，所以有海带服啊。海螺的帽子啊，或是渔夫的网子当成衣服，所以每天都是这样的装扮。对，那我们也立即变成一个新的改变，那我也变成当中的一个彩绘师，帮所有的台湾队或是老外朋友们画脸上的传统的八家将的新的变种的图腾。哦，对，那我们还是有点展现自己的东方味。在沙漠里面，其实最常遇到一句话是：“你为何而来？”对，你为何是你？是，对你追求什么？对，那这些话其实都是个问号，而且都是跟自己在对话。那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因为它其实说明白一点，它就是在反省。对你，当你人到了一个什么都是分享，什么都是解放的时候，那你为何而来？你在追求什么？这个事情。肖大哥讲东方味，我们就想到，其实今年你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沙漠里面展现台湾的文化，所以你们把一整座妈祖庙搬到了沙漠里。我们刚刚在影像里面也看到，对，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当时在策划整个构想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有共同想法，我们想用台湾的美感来带进沙漠。那很快的时间我们就对到想要用妈祖这个概念，用台湾神庙的概念，但是比较多的想象是在神奇的部分，所以让外国朋友可以进到妈祖庙里面去求签，可以卜杯，然后卜杯的时候妈祖还可以显灵，让他的神奇感让大家可以大开眼界。等一下，肖大哥，我要插嘴，妈祖怎么显灵？对，妈祖显灵很重要，因为这代表心想事成。对，但所有的表现都是用艺术形式来演出，所以显灵的部分就用后来用雷射，所以在神庙的庙顶设计的莲花座可以打开，它是霓虹灯，它有九条巨龙围绕，然后显灵的时候用雷射灯的装置，把用艺术的表现来表现你的心想事成。听说你们还把签诗翻成英文吗？这很重要。当签诗翻成英文，那些老外他突然间都看懂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在许什么愿望，可是在旁边可以看得到，他们几乎大部分很容易就泪流满面，他们好感动。我想除了艺术以外，人生要追求的事情还真的有很多是心灵层次。对，那去到 Burning Man 的很多这些伙人们，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很空虚的，就像艺术的表现。所以当遇到妈祖的时候，我有感觉到他们突然好像心中有了信仰，有了追寻。那签诗是一个很好对他们的慰藉。对，你们还在沙漠里面来了一场游行，对吗？就其实明明妈祖是保卫海上的，你们硬要把妈祖带到沙漠里面去，而且还进行了一场游行。对，就讲到这个游行，其实蛮有趣的。当中有两次的游行，然后其实我们这些台湾队伍里面有三分之二是老外人士的组织，那只有25个是台湾人。对。可是游行开始之后，我很讶异，是我们这些本来都是艺术家，都是焊铁件的，都是做艺术品、做妈祖、做雕刻的人。对，一瞬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key down。那我感觉为什么所有人都变成可以 key down？ 因为突然到了那么远地方的时候，对自己家乡啊、传统啊，即使以前在小时候跟着阿嬷到庙里面去过，可能数十次，可是耳濡目染之后，那个很强烈的文化已经留在身体的血液里面。所以当在那个有点是爱土地的情操跑出来的时候，我很感动，是哇，这些不是做服装的女设计师吗？突然她也变成阵头里面的八家将，对，而且大家的知识各方面都是有模有样的。是，对。肖大哥在里面扮演什么？我扮演带着令旗领的领队，
对，我在第二场游行，我也决定穿上唐装。对，因为这些老外人士好期待，很想看到这些东方人有别于他们的艺术表现。对，所以我其实很久很久没有那种觉得说我可以穿唐装，觉得自己很帅，然后是那么多人想看你，所以我也瞬间也 key down 了这样子。其实，在沙漠里面还蛮热，对不对？40度，白天40度，对，然后从4点以后突然天气变冷，然后就气候骤降，到了7点8点，你会发现。哇，0度开始了，对，所以你要有自己的两套的装扮的准备。嗯，那它除了御寒、除了抗热以外，你还是一个大型 party， 你是要保持很好看，所以你的貂皮大衣里面还是要藏着 LED 灯，可以闪亮，可以进到舞场去狂欢。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舞场？沙漠里面跳舞应该对，不，里面有个传统就是这么像一个村落的聚集，然后每一个村庄、每个聚落里面，就像台湾村里面，大家都会有一个贡献，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舞场，就是变成一个跳舞的 party。晚上的时候。对对，那从傍晚开始，但除了在自己的村落跳舞之外，其实每一个村落或者每个队伍会推出自己的阿卡，就那个艺术车，它可能像一只龙，或是它莫名其妙像一个金字塔，那它是可移动到沙漠。所以每个人从分享的概念都可以上到车上面去跳舞，只能跳完舞之后，你可能发现你被载到另外更远的村庄去，你回来可能要花4个钟头开车才走得到。你一定要随性，你到这边玩，你才会觉得过瘾。嗯，正巧我也是个随性的人，怎么样都可以。半夜2点半突然沙尘暴来了，那不如就躺在路边睡就好了。真的？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常哎，怎么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就用锡箔纸把自己包起来，如果要保暖，对，那就滚在路边，对，他只可以到天亮，可以继续玩就好了。可不可以请肖大哥跟我们讲一下 Burning Man 他最主要的活动精神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在沙漠里面狂欢9天呢？对，其实大会的精神象征就是那一只从以前可能是5层楼，后来变成10层楼高的那个木头搭建的火人。那我也在看这么多人这么疯狂到了沙漠里面来，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对，所以在沙漠里面其实最常遇到一句话是你为何而来？对，你为何是你？是，对，你追求什么？对，那这些话其实都是个问号，而且都是跟自己在对话。那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因为它其实说明白一点，它就是在反省。对，你当你人到了一个什么都是分享，什么都是解放的时候，那你为何而来？你在追求什么？这个事情，不过这个事情这个问号，其实对我来讲，过了9天过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有找到说，很开心，很过瘾，体力耗费到最高境界，然后很热，热到极致，遇到沙也可以躺着睡觉。对，那为何而来？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我明年还要再来。肖大哥其实在台湾就很喜欢跑马拉松，最近这几年，所以在沙漠里面玩得很开心，你也去参加沙漠里面的马拉松。对，以前沙漠马拉松有什么不一样？好刺激哦。对，这让我想到说以前在更小的时候参加海洋月季啊，参加春啊，对，那慢慢长大觉得不过瘾，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去参加，所以就到了 Burning Man 这个地方去参与更疯狂，看到更多人比我更疯狂的举止。但在 Burning Man 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节目，例如说可能礼拜一大会设定的今天是所有人都要穿芭蕾舞裙，所以你会看到天哪，今天怎么一早起来所有的男生都是很胖的或是很瘦的或是很美的女生，大家突然都裸体，但是身上都穿了一件很可爱的芭蕾舞裙。对，那这个主题其实它没有任何的设定要意义，所有的联想都靠着你自己。到礼拜二大会说今天是白色日，那请你就用这个主题来发挥。对，到礼拜三大会就宣示说，早上5点的时候有马拉松哦，请大家该去运动，该去跑步喽。那我就傻傻的跟着跑到那个跑场里面，就绕着沙漠跑。只是我很惊讶，是我在跑的时候，天哪，怎么只有我在穿衣服啊？原来它是一场裸体马拉松。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看到前面跑过来的晃着晃的那个胸部，后面跑过去晃着晃的那个屁股，我都觉得大家都好可爱哦。大家不就是很多肉组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吗？对，但重点是你还是追求你的体力，你的抗热，你的跟这些都是肉的人互相击掌加油，然后
跑到10公里的补给站，喝的那个好朋友莫名其妙朋友喂你的一口一口的冰块，也不是水，同一壶水，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喝。这个都是我分享的意义很重要。对，这个举止，这样的一个形式，都是以前我没有体验过的，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以为是每个人都要号码牌啊，都要正规正矩的跑步啊。对啊，我们想象中的马拉松是长那样。对，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所有的形式都打破规则，重新思考。对，它也让我去想说，是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规则是以前的人定出来的。其实如果有机会，如果你愿意天马行空。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去思考，所以难怪在 Burning Man 的现场，我也可以看到很多矽谷的工程师，那些 Facebook 啊、Google 老板啊，大量的把他的工程师送到沙漠来体验创意、创作还有研发的可能性。对，那在沙漠里面，我就见识到这些。大家都是裸体跑马拉松，还是回到这一题？你有没有裸体跑马拉松？我有绕着那个沙漠的其中一小圈裸体跑了一圈，觉得也蛮过瘾的啦。对，还是体验了一下这件事。要，因为很害羞，因为很后悔带去了太多台湾同伴。对，在沙漠我们互相解放，可是我们还是要回来互相面对。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还是有另外一层怪怪的压力。是哦。对，不过也还好啦，这是就大家彼此，请你千万不要讲出去。对，因为不要看到，不要对外面说你看到了什麼。对，因为我的相机里面握有你的裸体照，虽然很可爱啦，很漂亮，身材也超好的。对，回来之后一切都没什么，对那个很拘束的事情早就应该不存在，没有那么不应该那么影响到我们。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全力的创作，全力的去发想你有想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有意思的祭典对我来讲，它真的是解放我，让我有更开阔的思想去想很多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排队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要一杯酒，前面那个人说他叫吉鲁巴，后面那个人就问我说：“那先生，你什么名字？”我也跟他交换一下，我说我叫恰恰。所以我一起9天的时间，我都叫恰恰。都叫恰恰。对，那只是换了一杯酒。Burning Man 意义最后面就是他要在沙漠里面把艺术品烧掉。所以萧大哥，你们最后真的把那个妈祖庙烧掉了吗？对，其实我们也遵循了大会的意义，大会的主张，所有的创作，所有你的思考，到最后你就像人到这个世界来，最后你是不会带走的，你就把它化成灰烬，几万人围绕在一起，那个现场的那个火串，然后大家在里面看着它，我看了有的人边拍照边流眼泪，我不知道那个感触是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喜欢这样。有什么事情一定要那么拘谨，要留在身上？即使你花了很多的心血，你最后就变成火光，变成灰烬，跟大家同享。那这个同享的概念，我超级爱的。对，所以这次超级轻松的，回来之后身上变得好轻松，只有沙而已，什么都不用带回来。欸，你有一个画面很有趣，你是在挑那个牛仔裤吗？你是要在挑，那个是牛仔裤是大家捐出来的吗？还是对，因为到了Burning Man之后，每个人都没有身份，你就是我已经当萧青阳当太久了。你到了这个沙漠来，全部重新洗牌，因为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遇到新朋友互相问，除了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之外，你是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排队的时候，因为我们去要一杯酒，对，前面那个人说他叫吉鲁巴。后面那个人就问我说：“那先生，你什么名字？”我也跟他交换一下，我说我叫恰恰。所以我一起9天的时间，我都叫恰恰。都叫恰恰。对，那只是换了一杯酒。我还蛮喜欢这样的精神的耶。对，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被很多很多的规矩，光是名字就好了，光是名字就定义了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应该是男生、女生，你应该是在什么位置上的人，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要跟别人讲话应该是什么礼貌等等的，对，很多的规章在这里全部都不需要。你进到台湾村要来吃餐，你就坐下来自己拿餐盘自己吃就好，因为大家共享。对，然后也不用过于太一定要那么客套形式化。所以常在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个瑞典的男士，他吃好久，然后他就裸体坐在我旁边一直在吃饭，因为他觉得很好吃，他又去装一碗。大家是那么自然的在表现自己。当然说他都无拘无束的时候，他没有交易，那就是分享。作为伙伴，还有一个同事，他去分享，遇到一个老阿婆，我不知道他们互相分享什么。后来他们交易是你摸我一把，我摸你一把。
对，不过老太太好像赚到，她没有摸过东方人。肖大哥准备好心情，明年要再回火人祭了吗？准备好了，难怪我知道后来现场很多人都会自称，哎、欸，那个是 burner， 他们是那种就是已经变成传统的火人了，他们是来了十年，来了三十年，而且是引以自豪。是，我觉得我第一年就上瘾了，我爱这个，让一年当中让自己有一次可以反省。可以解放，可以重新去定义、然后再回到我在台湾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我也想跟我们在沙漠里面看到那些老先生一样，一去就去三十年，去四十年。所以明年要扛什么去想好了吗？对，你知道做创作人就是这样子，脑袋绑不住。第一年，上个月妈祖庙在烧掉要变成灰烬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天上那个火光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已经确定明年要来了。我的伙伴也说，我明年要来，明年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一个更大型的妈祖庙。明年我想做通天妈祖庙，我想做地上的十八层地狱走上去的妈祖庙。先给自己一个蓝图，然后就可以开始规划，开始构想，然后可以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解放。对，好，回顾你会一起去嘛？对不对？你是我的名单。我一定要看到你另外一个你的样子，另外一个慧琳的曲线。好，我们从今年开始准备。健身嘛。对，健身。还有，其实，在沙漠里面对身体的考验也蛮大的啊。对。白天四十度，晚上这么冷。所以我有大开。体能上要好好准备。白天的时候，我有大开眼界。那些骑着脚踏车一丝不挂的这些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我发现他们特地而来的之前，应该花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的身材都超好，是不是？对对，是有准备而来的。花一年应该够了，花一年够了够了。难怪台湾队都有点害羞，因为我们那个有三层的肉还没解除掉。好，肖大哥回顾这九天的活动，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最大的收获是在艺术的很现实的世界里面的创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见识到的是，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只有像在台风，台湾有台风，换一个地方它变成有沙尘暴，换个地方它变成四十度，换个地方它到了晚上会变成零下，但是你的脑袋会因为这个气候有新的思考。但这些听起来很抽象，不过对来讲就像当兵的一个练习，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吃一盘饭里面，如果有一半都是沙，我是可以把它吃进去。从沙漠回来的萧清扬果然不一样。更有胆识一点。所以明年恰恰要再回去，明年还要叫恰恰吗？不能一样会被认出来，所以我想一下我明年的名字是什么。今天非常谢谢肖大哥，谢谢慧琳，谢谢。